所谓的 Happy Cash 卡。Happy Cash 卡呢，其实我三月多才来做这个卡片的介绍，其实是比较晚。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它这个活动从二月一号就开始，然后其实很多人在社团，然后是在他的 LINE 的群组里面都有在聊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回馈其实是真的还不错。那如果您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一块的话，你也是现在刚好可以听一下。如果您自己本身是台北捷运或者双北捷运或者是公车的常常搭乘的使用者的话，那你抢不到 JCB 10%没有关系。像我三月一号那一天，就是上上礼拜那一天，我就直接睡过头，9:15起床，就是大家都抢完了。就没啦，那怎么办？没关系，我后来就改用这个东西。好，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在推这个远银的 MGM 嘛，所以自然就有 Happy Cash 的联名卡，那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只要在上网登录之后呢，您拿那张卡片，只要做双北的这个交通交易，只要在1250元以内，都是比就是12%回馈。好，真的是还不错。好，这个详细的计算方式可以看我的文章，我都有做过简单的介绍这样子。好，所以如果您自己本身是没有抢到，但是又常常就是在搭捷运啊公车的，真的这个12%回馈88折，真的是可以考虑使用。谢谢大家。